之后话多谢添哥闹我垃圾。梁思浩，咪挂住笑啦，教下我哋咩叫财用失马，焉知非福啦。你上星期突然被做咗17年嘅港台解雇，但一啲都冇嬲喎。同2003年上流 TVB 炒你差得远啦。人长大咗咧，你系会学习去体谅，同埋个心会阔咗嘅。我回想呢一段咁长嘅时间咧，我感激 TVB 嘅。我第一份工就已经系拍剧啦。其实我连剧本都未识读，我仲翻紧学，我就去拍《城市故事》咯。阿添哥咪闹咯，一个月佢忍唔住啦，捉咗佢后巷。你啲垃圾嚟噶，我都唔明 TVB 点解签你嘅垃圾咁。之后佢就日日去睇伟仔、青云拍戏。我谂半年到啦，直至到添哥话：，哼，你好嘢，垃圾都可以最受欢迎，变为洗米华，全香港都中意你。每一个人都有启发。如果当年没有李添盛闹我垃圾，我不会变为今天的我。我不发生另一年件事，我不会有我自己的餐厅。2003年突然间发生 TVB 不要我开第一间的冲数。所以你以为这里损失吗？其实原来有些东西给回你。我只可以答你今天的我无忧咯。梗系有全大班谢京汉以千万千里过去个新电台，又系个新开始了。